那个全程要站在光里吗？我们是镶金边的镜子。哎，你们在这儿，你们这十个，我们那九个。啊？哦，完了，咱们不是镶金边的。哎，心动，你跟我想的一样的。你是最棒的。你真的很棒，我说是。你跟我想的一样的。打小就看你行。你的吗？啊，顶峰相见呢。这不相见了吗？相见了。把帽子戴上点儿。行，还行。你把这个，你再等一下，把这个拿到后面。好，这样帽子戴上。对，这样。感觉这样好一点。好，我瞅瞅。好，好，就这样。行，有一点嘻哈的感觉。我大哥这么帅，最后一个造型。大哥。啊。哎呀，我俩一样的。我说李吉亮，你可以。大哥说我可以不声音。然后小同事还是可以的。人家四川话版的是吧？还是可以的。小伙子，志华，你拿那玩意干啥？护体啊，这是吉祥物，它保佑我走到现在。大家不用这个了，我就这把剑了，完了。哈哈，上峰宝剑，哈哈哈！咱们一起画个队长吧。好，队长寸头。先画个蛋。几根毛。哎，我画脸了，你们画眼睛啊？眼睛啊。对，你画眼睛，他画鼻子。我还是画鼻子吧，我不会画颧骨。哎，阿林。车场里面了。好了好了，来看一下啊。这是我们队友田家福啊，干好了、啊。这个冯丽，贾文文，你啥？对，这是大哥。这个娇娇啊，这个是浩然，这个是我。你们真觉得这长得像队长啊？我们挺像的。队长太惨了，这个画颧骨。你说我太丑了，我不敢参与进去。有请舰长。先给自己鼓掌吧，太精彩了！加油！太精彩了，看到我热血沸腾。你们每一个人的故事，每个人的魅力，都充分的展示给全世界。你们的能量必将激发很多人走向太阳之门。今天是最后一轮演练，第一天你们在这里选择了自己的排名，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进行了组队，你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强者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队伍。现在只有你们还站在这里，无论今天结果如何，你都应该感到非常的骄傲。来吧，两位队长，请说说现在的感受吧。感觉这20多天有点像做梦一样。我进了一个大家庭，主打的就是细狗梦之队，全是细狗啊。对，干嘛吧？啊对，豆豆性格特别好，对，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性格好。认识了各方面能力都非常强的大家，然后组建了一支这么强大的队伍。我们想你想很久了，我也想你们。爆炸糖队刘文龙率先逃生。好兄弟，加油！不是，报答您，把你们商量。刚开始你接水那个有水吗？你接了吗？我不接，没有水。咱们队真聪明哦，大聪明这是。他
他们现在有点像我的家人。有的时候我在想，作为一个团队里的队长，是不是一定要能力足够让大家佩服，或者是让大家认可，他们才会心甘情愿的觉得你是队长。很厉害啊，哇，你好强，你好强，太牛了，太厉害，太厉害了。第七名张雨安。我太强了，队长。但是后来当一关一关的闯来了之后，我觉得有的时候能把大家的心拧成一股绳，能有劲儿，我觉得是队长应该做的。然后直到今天最后一场的比赛结束，其实昨天我就有点开始难过了，因为一路走来确实非常的不容易。一开始我们的队伍有很长的长板，张心动占据了我们的绝对战斗力。目前过江的是张心动。加油！爆炸糖队张心动成功逃生。加油，心动！快点，等一下，好，可以。就算死了，那就把那个水倒进去，给咱们队有个底牌在手里拿着的。老魏占据了我们整个团队的大脑的位置。豆豆，你往我这边砸，你往那边砸。魏思成他这个排位排的太完美了。我觉得心动跟龙都得在上面，因为拔这个拉这个人很难拔的。心动跟龙排前面，这个太好听了。老魏先说，就你们五个走这边，然后我们五个走这边。刚宝非常的灵活，加油，刚宝！刚宝，跳过去，对，刚宝 ，You are the best。后来加入了文龙，文龙他的战斗力非常的强大，很猛的一员猛将。我一定要快，第一时间冲出去，去解救我的队友。爆炸糖队刘文龙率先取得一件高级装备，太快了，这个是特种部队的，他是交通突击队的。后来阿普浩然的到来又给我们接下来的关卡又吃了一剂定心丸。别踩到我的肩膀上，我没关系啊，来，我能抓得住。阿拉伯，阿拉伯，阿拉伯，放手，要放我。